大家好，又到常熟了。12点，已经到了店里，吃过饭就要开始理货了。今天的速度还是蛮快的。我们拿货都是去常熟，附近的上海啊、杭州也都去过，但是对比下来，常熟还是最方便的。现在物流速度都很快，像全国的各大服装市场之间都有物流班车。从武汉啊、广东、福建那边往这边调货，最多24小时也就到了，很方便。常熟也有很多好货，就要看我们挑货的眼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